他好好看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那就好。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吗？开学第一天就迟到，像什么样子？哎，那边两个。連れ出してこのまま戻る気はないわ。初めて。幸好没被老师抓到，不然就惨了。我是一班的，你呢？我也是一班的。太好了，上课了，赶紧走吧。上课，起立。老师好。